五一劳动节即将到来，暌违一年模范劳工表扬回娘家。今日27，在台南市关子岭劳工娱乐中心举办第二场表扬活动。台南市关子岭劳工娱乐中心自112年重新招商，由富野集团取得经营管理权。经富野集团团队一年来的努力及市府各相关局处的协助，已依发展观光条例规定取得旅馆登记证和温泉标章。关子岭劳工娱乐中心位居白河区，是当地有名的地标。取得旅馆登记证后，正式加入台南旅宿行列，落实市长黄伟哲希望家园的施政理念，将提供平价及更舒适、更安全的设施环境。劳工局长王新基表示。五一劳动节到了，我们今天在我们关子岭劳工娱乐中心办理第二场次的叫模范劳工表扬。今天共会颁奖198位的模范劳工及15位的身心障碍者的我们的绩优志工、绩优劳工的部分，所以还有另外一个部分有身心障碍者超额及绩优单位，还有我们劳资和谐，还有我们签订团体协议的单位的部分。所以我们有颁奖个人表现优异的劳工伙伴，还有另外一个部分团体表现优异的团体，我们一起给予颁奖表扬的部分。我代表伟哲市长感谢我们个人或绩优单位能够授奖，给他们的肯定跟鼓励。当然我们都希望落实伟哲市长的希望家园，所以我们的表现优的劳工伙伴，还有我们的身心障碍伙伴，我们都可以透过五一劳动节的前夕来给予颁奖、表扬、肯定。另外一个部分，我们希望在这样的一个团队职场上，能够创造这样劳资和谐，等于也是落实伟哲市长的希望家园的部分。因为我们劳资如果和谐，那我们的经济面就会一直的成长的部分。所以我很感恩在职场上的企业，这打拼的刚好朋友，跟企业团、企业单位都会当讲，在台南是一个劳资和谐的一个城市的标杆单位。我们也曾经得过劳动部连续好几年的绩优的这样签订团体协议的特优单位的部分，这个都是大家平时的努力过程受到劳动部的肯定。所以我再次代表伟哲市长感谢大家。劳动部王安邦次长这次表示：“真欢喜，我是特别为台北赶来，但是拄只王局长讲，咱今日办这吼，算回娘家啦吼。”这个我们整个这个劳工娱乐中心都已经标章什么都申请好，我也跟所有与会的各位报告，我今天马上回娘家。哦，我顶届吼来参加活动的时阵，可能在座一挂人有听到，其实我嘛是台南人啦，所以我嘛是回来厝，回来故乡。我阿公是台南主地，哦，所以只要台南有邀请我来，我都非常高兴可以回来自己的故乡，可以看到自己的乡亲。那今天来，我有几个感谢。第一个感谢，当然是咱在座所有得奖的最佳男女主角。我相信要拿到模范劳工这个殊荣非常不容易。我嘛相信咱每一个劳工朋友，不管恁家庭，不管恁职场，甚至在社会、在国家，都要非常打拼、非常努力，有非常多的辛酸，也有非常多的辛苦。在这里代表劳工部深深一鞠躬，感谢大家。第二个，我嘛爱真感谢咱在座有真侪工会干部，尤其咱大台南总工会，吼，咱郑理事长，甲咱在座两位理事长。我想台南的工会，我这样全国跑透透，我也跟王局长有报告，咱台南的工会真特别，除了劳工，不管是权益的提升、福祉的保障。但过去的行善团，到最后是现在全台湾各县市都要学习。但工会不仅仅在劳工的福利上面作为大家最坚强的后盾，但实际在行有余力贡献咱的专业，来协助这个社会的弱势以及需要帮助的朋友。在这里，我也要鞠躬感谢所有的工会伙伴们。第三个。今天算是很特别，我去参加龙年招模范劳工的颁奖典礼，这是第一个我参与的吼，是连我们这个身障者禁用的绩优单位，
我过去在桃园也当过社会局的局长，我知道身心障碍者的朋友在这个社会有很多人比我们一般人还优秀，但他们需要一个很好的机会。我要谢谢今天得奖的身障者的金用单位，给我们身障的朋友，让他们可以展现他们比我们很多人都更了不起，而且在职场上付出的更多，专业技能也不输给一般人。我在这里也代表劳动部鞠躬，感谢这些用人的事业单位。最后，我要特别谢谢王新基王局长，他其实是我一个很敬重的前辈。我过去在屯做劳工局局长，我两个都熟悉。一当中我菜鸟，我做局长真侪未晓，伊就教我教真侪。我到后来，不管到哪个单位，甚至我到中央，王局长也都给我很多的指教。他常常在地方听到很多问题，他也会跟我说。所以我最后也要跟大家报告，未来咱的跟咱的劳工伙伴做伙拍拼，咱个工会伙伴做伙拍拼，咱会跟咱的地方政府做伙拍拼，为咱劳工的权利，为咱的各位福利，咱继续来努力。过去的八年，劳动部做了很多事，不管我们在基本工资的年年提升，我们在这个职灾保护的单独立法，我相信各位也有看到我们在新民法上面的提升。我们很努力，但我也很清楚的知道，我们还有很多进步的空间。劳动部愿意跟各位伙伴一起来努力，来为我们的劳工、为我们的劳工朋友、为我们劳工朋友的家庭，成为最坚强的后盾。祝福今天大会圆满成功，祝福与会的嘉宾身体健康，谢谢大家。非常的精彩。首先我们来邀请的是台南市政府卫生局李佩瑶小姐，哇，她的努力好让大家看得到，她从因为生活好，因为她的特殊在工作职场上，同时她又另外还到台南大学去进修，取得谘商与辅导的硕士，真的是非常的用心，也非常的棒哈。她同时工作很积极，她也不断的来教导我们其他的朋友们哈，恭喜你哦。再来，我们欢迎的是社团法人台南市又名视障协进会尹仲平先生。好，来恭喜你，获得我们的身心障碍者的职场楷模。好，恭喜。好，再来，我们接着欢迎的是灿阳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王怀柔小姐，恭喜你哈，您能够在这个幸福的企业工作，真的是很幸福哦，非常的棒。在我们宏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郑胜夫先生，请慢慢来哦。那郑先生呢，他也是很认真哈，也很喜欢帮助人家，所以说他常常分享他的经验，他是在资讯方面非常的棒。再来是光阳应用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傅聪杰先生，恭喜您能够当选我们光阳应材的一个模范劳工朋友，恭喜您哈。再来，我们来欢迎的是奇美医疗财团法人奇美医院的刘奇凤小姐。刘奇凤小姐，好，恭喜您。对，好，恭喜我们刘小姐在奇美医院的服务也很认真，也获得我们长官同仁的非常的喜爱哈，也非常的尊重哈，恭喜您。再来，我们来欢迎的是关田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王子旭先生。人家也是非常的棒，能够在我们的职场上有很优秀的表现，这获得我们模范劳工。再来，我们欢迎的是永康区公所黄启文先生，恭喜您也能够在我们的区公所这边来服务市民哈，非常的棒哈，也获得我们模范劳工的表扬。再来呢，我们来欢迎的是东和纺织股份有限公司林仲贤先生。恭喜林先生在纺织公司这边呢很认真的工作所以说我们的整个特别获选我们代表我们劳工。在华宏新技股份有限公司徐海强先生，恭喜您获得我们的模范劳工朋友哈。好，恭喜你，好，谢谢，恭喜。好，这是我们的华宏科新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徐凯强先生。再来是台南市御景区公所苏怡伦先生小姐我们区长也特别来给他鼓励哈，严区长严正宇区长也特别来给他鼓励哈。好，御景区公所好棒哦，能够我们同仁获得模范劳工不简单呢。
带来是优旅生活事业股份有限公司，也就是星巴克许佳莹小姐，恭喜哦，在我们星巴克这边来服务哦，哈，好棒哦，非常的棒的一个我们老公。带来是台南市立永康国中林佩萱小姐，恭喜您哈，来非常的不容易哈，或者我们深圳文化老公朋友，好，再来先。现在呢，我们这个第一趴的身心障碍楷模大合照，非常希望缔造一个希望家园给大家，所以我们都非常的赞，我们给他热烈掌声。我们的身心障碍者职场楷模非常的棒，谢谢你们在我们企业，好，在我们的单位为大家来做服务，非常的谢谢您。对，好，谢谢，好，再一张。看摄影师，好，那个我们的奖牌稍微往下压，上面这样子往下压，哎，对对，稍微往下压，因为会反光。好，好，对，那前面对校长啊，再次来，对，好 ，OK。首先颁发的是灿阳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请上台。哇，我们前阵子我们的行政院长还特别到公司，还有我们劳动部部长起来参访他们，看到他们真的非常的棒，不管是对员工或是对我们身上朋友都非常的棒哈。再来，是我们社团法人台南市复健青年励进会，哇，非常的棒哈。我们复健会这边呢，帮忙我们很多身上朋友在皮雕、在复制品这边做了很多的产品，也获得非常多的一个那个非常夸奖，非常的棒哦。再来是统一精工股份有限公司，谢谢你们禁用身心障碍者绩优单位，真的是非常的棒哦，能够禁用身心障碍者来服务。在圆鼎股份有限公司台南分公司，真的很感谢我们台下这边我们禁用身心障碍者，真的需要你们来让我们身障者很多的机会。台湾斯克托纸业股份有限公司新银厂，好，由我们林经理这边来代表来受奖哈。他们每年我们劳工运动会，他们都还捐赠物资，好，给我们的那个奖励哦，谢谢。再来是超额禁用身心障碍者的绩优单位，灿阳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好，等一下哈。再来是志刚金属股份有限公司，哦，我们董事长亲自莅临哈。太棒了哈，非常这个也是非常棒的企业哦，太好了。好，接着呢是新禁用身心障碍者绩优单位，也一样的，灿阳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又看到你了，他们就是这么的优秀，禁用了非常多的有身障朋友。再来也是我们志刚金属那个股份有限公司，志刚就。王董又再出来了哈，我们郭董又再出来了，好，谢谢我们志刚金属这边。好，现在我们刚刚前面三组的一起大合照，非常的感谢哈，太棒了，来掌声鼓励，谢谢有他们来禁用，我们才能够有这么多好朋友能够在职场上发光发亮，好，感谢你们，好，谢谢谢谢。接着呢，我们来颁奖的是劳资关系和谐特优事业单位，我们请我们的劳动部劳动关系师的王厚伟师长为我们颁。第一位是统一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也是我们非常棒的企业。再是我们奇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也是我们的幸福企业哦，非常的棒哦。再来是统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能够获得我们的劳资关系和谐特优单位，恭喜。再来是我们亚洲航空股份有限公司，恭喜我们亚航，一样哈，做了非常多哈，做了非常的在劳资和谐方面很努力。在台湾烟酒股份有限公司台南营业处，恭喜能够获得我们劳资关系这个特优的事业单位。好，再来是台湾烟酒股份有限公司善化啤酒厂，恭喜恭喜，能够获得我们这个荣耀。再来是台湾烟酒股份有限公司龙田酒厂，恭喜哈，能够我们劳资关系和谐的特优单位哦，非常的棒。再来是我们台湾糖业股份有限公司，我们台糖，台糖，恭喜恭喜非常的棒。
再来是台湾行业股份有限公司台南区处，台南区处哈，好 ，OK， 好，就这样。再来，接着呢，我们颁发的是劳资关系和谐优等事业单位，第一位上台是嘉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嘉禾实业股份公司，恭喜！再来是台南纺织股份有限公司，非常恭喜您。再来也是我们台南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太职场，那南纺哈也真的是非常棒的企业哦，他们在劳资关系上也是很用心。再来是南纺仁德厂，恭喜您哈，恭喜哈，好。接着呢，我们来欢迎的是台湾石鼓托职业股份有限公司新营厂。哇，金融身心障碍者这么多，同时他的劳资关系非常的和谐，恭喜！再来，我们欢迎的是东洋实业厂股份有限公司，好、哦，恭喜能够获得我们这么棒的啊、哦、一个啊劳资关系的和谐单位。再来是正道工业股份有限公司，恭喜我们获得这样的奖项哈、哦，正道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再来，我们欢迎的是大成长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哦，我们叫大成长城，他们产品是非常优良，非常的好哦。再来，我们欢迎三星纺织股份有限公司。恭喜能获得我们的那个劳资关系优良单位。再来是聚全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聚全工业股份有限公司，恭喜您。好，恭喜！再来是我们统万股份有限公司，统万股份有限公司，恭喜！接着我们来欢迎的是台湾哦，再一次，统万公司再一次，刚刚可能有发言的样子，好，再一次 ，OK， 好，谢谢。再来，台湾杰士电池工业股份有限公司，恭喜获得我们劳资关系优良单位。再来是龙芯电线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龙芯电线工业公司，恭喜您。再来是嘉大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嘉大事业股份有世界股份有限公司。接着我们来欢迎的是新南铸造厂股份有限公司，新南铸造厂股份有限公司。再来欢迎我们东门开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恭喜能够获得我们的劳资关系优良单位。再来我们欢迎的是中华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台南营运处，恭喜。接着很恭喜能够获得劳资关系优良单位，在同厂行销股份有限公司，恭喜！这是我们的劳资关系优良单位。再来是台湾职业股份有限公司新营职场，恭喜！获得我们这样的一个殊荣，恭喜！再来是我们宏远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我们在地的非常棒的企业，它的功能性的衣服哈，很棒很棒，连我都有买哦，太好了，好。好，谢谢我们王市长，谢谢你，我们的他代表市长来为我们颁奖。首先我们欢迎的是大台南槟榔包装加工业职业工会徐雅玲小姐，恭喜，非常赞哦，非常的棒。再来是欢迎聚全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工会黄淑成小姐，恭喜您。再来是大台南汽车服务职业工会萧淑丽小姐，恭喜。接着我们欢迎的是大台南印刷业职业工会廖松玉先生，恭喜。好，再来我们欢迎的是大台南印刷业职业工会陈树金小姐，恭喜哦，获得模范劳工的表扬。再来是台南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太子厂企业工会郭怡莹小姐，恭喜您获得模范劳工，太棒了。再来是大台南印刷业职业工会苏进强先生，恭喜您获得我们的模范劳工。接着呢，我们欢迎的是台南市泥水业职业工会陈克明先生，恭喜您，恭喜。再来马先生
李追刚辉，啊，接着是林水工会的陈伯龙先生，恭喜您，获得我们模范劳工。接着我们欢迎的是台南纺织公司仁德厂企业工会的许成浩先生，这是我们所推荐的代表，获得我们这样的很棒的荣誉啊。再来我们欢迎的是泥水工会王维刚先生，王维刚先生恭喜您。再来是欢迎是泥水业职业工会陈俊森先生，恭喜获得我们的模范劳工的殊荣。接着我们欢迎统万股份有限公司工会刘玉君先生，刘玉君先生。再来我们欢迎的是大台南竹丝业职业工会蔡玉燕小姐。好，接着呢我们来欢迎的是宏远兴业股份有限公司企业工会李松佛小姐。好，恭喜你，李小姐，恭喜你。再来，我们欢迎大台南厨师业职业工会许仁德先生，许仁德先生，恭喜您，模范劳工的代表。再来是宏远兴业有限公司企业工会郭建新先生，恭喜您。接着，我们欢迎的是大台南装饰业职业工会黄静佳小姐，恭喜。获得我们模范劳工的表扬。再来，我们欢迎大台南装饰业职业工会郭慧婷小姐，获得我们模范劳工的殊荣。接着欢迎亚洲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企业工会苏瑞荣先生，苏瑞荣先生，恭喜您。再来是大台南照相录影职业工会吴信坤先生，恭喜哦，恭喜哈，你们获得模范劳工表扬。再来是大台南汽车修理业职业工会蔡木谦先生，恭喜您，蔡先生，恭喜您，蔡木谦先生。再来是亚洲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企业工会林全信先生，恭喜您，获得我们的模范劳工的殊荣。再来是大台南汽车修理业职业工会吴世锦先生，恭喜您。欢迎大台南家具运送业职业工会魏新鸿先生，恭喜获得我们模范劳工。再来欢迎我们同厂行销股份有限公司高静玉小姐，高静玉小姐，恭喜您。接着我们欢迎的是大台南园艺花卉业职业工会张林芳珠小姐，恭喜获得文化劳工的表扬。接着我们欢迎的是台南市农业机械操作职业工会陈崇儒先生，恭喜您，非常的棒哦。再来是大台南营造业职业工会陈金枪先生，恭喜。接着我们欢迎的是台南市动力测量产业工会陈安琪小姐，恭喜您获得我们的殊荣。接着我们欢迎大台南广告服务业职业工会王树梅小姐，恭喜您。接着欢迎我们台湾石鼓托子业股份有限公司新营厂企业工会李养修先生，恭喜当选模范劳工。再来是大台南礼仪服务业职业工会李世宏先生，恭喜获得我们模范劳工的代表。接着我们看的是台南市烫发美容业职业工会黄清泉先生，黄清泉先生，恭喜您，也是我们台南市烫发美容业职业工会曾美琴小姐，恭喜。接着是欢迎我们大台南美容业职业工会范安琪小姐，恭喜您。再来我们欢迎的是大台南摊贩业职业工会钟石月琴小姐，恭喜我们当选模范劳工。接着我们欢迎的是大台南摊贩业职业工会洪秀芳小姐，恭喜您，洪小姐，恭喜哦。接着我们欢迎的是提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台南厂工会王景煌先生，恭喜您。
再来，我们欢迎的是台南市农机修理职业工会曾吉仁先生，恭喜恭喜。再来是台湾行业股份有限公司善化企业工会王旭庆先生。接着欢迎台南市农药服务职业工会林登山先生，恭喜您。再来欢迎的是台湾行业股份有限公司善化企业工会吴聪贤先生，恭喜获得模范劳工。再来我们欢迎的是台南市自雇业职业工会严志如先生，恭喜当选模范劳工。接着我们欢迎大台南米谷岭送业职业工会赵陈桂香小姐，恭喜您。再来台湾烟酒公司龙田酒厂工会何坤雄先生，恭喜。接着我们欢迎的是大台南市路上运输服务人员职业工会陈美丽小姐，恭喜您。接着我们欢迎的是德利实业有限公司工会张景顺先生，恭喜。再来我们欢迎的是大台南市汽车驾驶员职业工会吴清龙先生，恭喜您。再来我们欢迎的是大台南市汽车驾驶员职业工会张飞煌先生，欢迎我们统一企业公司企业工会李宇轩先生，恭喜当选模范劳工。大台南劳动力服务人员职业工会林佳静小姐，恭喜您。欢迎我们统一企业公司企业工会吴耀成先生，恭喜我们当选模范劳工。再来欢迎我们台南市养鸡业职业工会刘玉莲小姐，恭喜。欢迎我们大台南食品杂货运售业职业工会卢崇夫先生，恭喜您。接着我们欢迎的是统一企业公司企业工会陈丽芳小姐，恭喜当选我们模范劳工。再来我们欢迎的是台南市家畜那个饲养业职业工会张正言先生。再来欢迎我们大台南派报业职业工会杨王荣庄小姐。接着我们欢迎的是统一企业公司企业工会曾雅玲小姐，恭喜当选模范劳工。再来我们欢迎的是大台南小吃业职业工会陈乔任先生，恭喜。接着也欢迎我们大台南小吃工会沈淑香小姐。再来我们欢迎的是台南市餐饮业产业工会黄慧珍小姐，恭喜。接着我们欢迎的是大台南音乐服务业职业工会黄汉磊先生。再来我们欢迎的是大台南泥水业职业工会沈佳怡先生，沈佳怡先生，恭喜您。再来我们欢迎大台南泥水业职业工会连高伟先生，连高伟先生，恭喜获得我们模范劳工的表扬。接着我们欢迎的是台糖公司台南市企业工会陈宝安先生，恭喜您。再来我们欢迎大台南泥水业职业工会蔡定泰先生当选模范劳工，恭喜您。接着我们欢迎先生是小姐蒋佳慧小姐，是台南市金属建筑结构及零组件制造职业工会的代表，恭喜您。再来欢迎我们大成长城企业公司工会的庄立凯先生。再来我们台南市乳畜管理业职业工会顾千纯小姐。再来欢迎我们台南市美容业职业工会何佩玲小姐。接着我们欢迎的是大成长城企业工会朱
做夏如小姐，恭喜您当选模范劳工。再来，我们欢迎的是大台南钟表演技业职业工会林秀美小姐，恭喜您。接着，我们欢迎大台南油漆工程业职业工会江玉庆先生，恭喜当选模范劳工。再来，我们欢迎大成长城企业工会骆中亨先生，恭喜您当选模范劳工。接着我们欢迎的是台南市鞋类制造加工业职业工会蔡玉堂先生，恭喜，恭喜您当选模范劳工哦。再来，模范劳工是陈信志先生，是大成长城企业公司工会，好，恭喜您，欢迎，好。OK， 现在呢，我们继续哈，第100号，台南市餐盒制作包装运送职业工会刘香兰小姐，哦，再来是。我们台南市美发美容技术指导员职业工会邱丽乔小姐，接着是七股盐厂企业工会陈三坚先生，好，再来欢迎的是台南市成衣服饰整理加工职业工会黄千锦小姐，再来我们欢迎的是台南市成衣服饰整理加工业职业工会高梦丽小姐。再来，我们欢迎的是大雅电线电缆公司工会陈世峰先生，恭喜您。再来，我们欢迎的是大台南阴阳宅设计职业工会李建德先生，恭喜您。接着，我们欢迎的是统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企业工会林宏奇先生，恭喜获得模范劳工的表扬。再来是我们大台南轮胎修理业职业工会林慧珍小姐，林慧珍小姐，恭喜您。接着我们欢迎大台南西服业职业工会蔡陈淑珍小姐，恭喜您。再来我们欢迎的是统一实业公司企业工会苏登元先生，恭喜您当选模范劳工。再来我们欢迎的是大台南推拿与民俗调理服务职业工会黄麒麟先生，恭喜恭喜当选模范劳工。再来我们欢迎的大台南不动产服务职业工会周月娇小姐，恭喜您当选模范劳工。接着我们来欢迎的是台南市美发及美容美体业产业工会郭之婉小姐，恭喜您。再来欢迎大台南环保废弃物清除处理职业工会林明义先生，恭喜您。接着我们欢迎大台南工商服务职业工会杨朝仁先生，恭喜大选模范劳工。再来欢迎我们新南铸造厂股份有限公司工会黄雅玲小姐，恭喜您。再来欢迎大台南中介从业人员职业工会赵俊雄先生，接着我欢迎大台南电器装修职业工会赖丽兰小姐，恭喜。再来我们欢迎的是正道工业公司工会林佳琪小姐，恭喜您。再来我们欢迎的是大台南电器装修职业工会张清雄先生，恭喜您当选我们模范劳工哦，太棒了。再来是嘉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企业工会刘福义先生，恭喜来当选的模范劳工。接着我们欢迎大台南礼仪用品业职业工会陈伟爵先生，恭喜您当选模范劳工。再来欢迎我们三星纺织公司企业工会李恩仪先生来恭喜当选的模范劳工。接着的大台南礼仪用品业职业工会陈继伟先生，恭喜您获得我们模范劳工的表扬。接着我们欢迎台南县清洁服务职业工会林淑月小姐，恭喜您获得模范劳工。再来欢迎奇美实业公司企业工会徐敏清先生，恭喜您，恭喜。
再来是我们大台南铁工业职业工会汤进旺先生，恭喜我们当选模范劳工哦，太棒了。再来我们奇美实业公司企业工会吴月龙先生，恭喜当选模范劳工。接着我们欢迎大台南铁工业职业工会陈春先生，王进山先生，王进山先生，谢谢，恭喜您。再来是我们陈春先生，他也是大台南铁工业职业工会，恭喜。再来是我们奇美实业公司企业工会吴坤章先生，坤章先生，恭喜您。再来也是我们大台南铁工业职业工会吴淑萍小姐，吴淑萍小姐，恭喜您。再来大台南木工业职业工会方太平先生，方太平先生，恭喜当选模范劳工。再来我们欢迎的是台湾烟酒公司善化啤酒厂工会杨一鸣先生，恭喜您。接着台南市打制副业职业工会陈宝珠小姐，恭喜当选模范劳工。阿姨快讲，你就你也客，你也客。欢迎大台南餐饮业职业工会李秀珍小姐，恭喜您当选模范劳工。来，好。接着我们欢迎的是台湾烟酒公司善化啤酒厂工会郭秋南先生，恭喜当选模范劳工。再来我们欢迎的是大台南宗教服务职业工会施景宗先生，恭喜您。接着我们欢迎的是台南市肉类食品加工业职业工会林刚成先生，恭喜您，太棒了。再来是东恭喜啊，再来是东门开发实业公司学甲厂企业工会黄啊，不行，刚才找两个字，等一下，可以吗？好 ，OK， 好，再来是东门开发实业公司学甲厂企业工会黄志明先生。接着欢迎我们大台南饲料制造服务职业工会罗伟爵先生，恭喜您。再来是我们大台南银楼业职业工会李品宏先生，恭喜您，获得模范劳工。在宝康生医股份有限公司王立杰先生，恭喜您。接着我们欢迎的是大台南糕饼西点烘焙职业工会郭宇哲先生，恭喜您。再来欢迎我们大台南糕饼西点烘焙职业工会张大先生，张大先生，恭喜您。接着欢迎我们康纳乡企业股份有限公司黄龙忠先生，恭喜康纳乡企业。再来欢迎我们台南市米食制品从业人员职业工会陈博文小姐，恭喜。再来是台南市米食制品从业人员职业工会李佳元先生。再来我们欢迎的是嘉煌职业股份有限公司杨慧茹小姐，恭喜获得模范劳工。再来是大台南市水电装置职业工会周春富小姐，恭喜您。接着我们欢迎的是大台南市水电装置职业工会沈林丽小姐，恭喜我们大选模范劳工。接着我们欢迎的是美一塑胶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潘继美小姐。再来欢迎我们大台南小货车装运业职业工会江佑周先生，恭喜您能当选我们模范劳工。再来欢迎大台南室内装潢业职业工会谢慧君小姐，恭喜您。接着欢迎江登机面工业股份有限公司杨美红小姐，恭喜来当选模范劳工。接着我们欢迎水顺股份有限公司卢美玲小姐，恭喜您来当选模范劳工朋友。再来欢迎台南市汽车驾驶员职业工会陈
韩信桥先生，恭喜来当选的模范劳工。再来欢迎台南市油漆工程业职业工会周水水先生，来恭喜当选的模范劳工哦。接着我们欢迎的是宜植庆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罗秋明先生，恭喜恭喜您。接着欢迎我们台南市油漆工程业职业工会戴全生先生，恭喜您来当选的模范劳工，太棒了哦。再来台南市劳工服务志工队戴丽敏小姐，谢谢，是我们志工伙伴哦，恭喜您。再来欢迎我们长荣钢铁股份有限公司戴凤仪小姐，恭喜您当选模范劳工。接着欢迎大台南锁匙装修职业工会张家启小姐，恭喜您当选模范劳工哦，恭喜。再来我们欢迎叶姓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周庭宇小姐，恭喜您当选模范劳工，非常棒哦。接着我们欢迎台南市男子理发职业工会陈九美小姐，恭喜。再来我们欢迎的是社会局在民治这边的黄彩慧小姐，哇，谢谢你哦，我们社会局的同仁。再来是台南市高尔夫球场服务职业工会吴淑玲小姐，恭喜当选我们的老公。接着我们欢迎大台南市消防器材装修职业工会林佑静小姐，恭喜你，恭喜您。接着我们欢迎我们劳工局安福科的黄宣正先生，恭喜，哇，好棒哦，看劳工表扬哦，太棒了。再来台南市各业工人联合会王燕华小姐，恭喜您，太棒了哦，太好了。再来我们欢迎的是台南市各业工人联合会李宗龙先生，恭喜您。接着我们来欢迎的是水利局庄世贤先生，恭喜您。再来我们欢迎的是劳工局职安处的蔡建忠先生，恭喜，获得模范劳工的表扬。接着是台南市各业工人联合会吴慧华小姐，恭喜您。再来欢迎我们台南市各业工人联合会牛丽小姐，恭喜您！哇，再来欢迎我们劳工局就是我们的洪淑珍小姐，我们职工科委员。哦，你看她是我们的辣妈哦，哎，棒哦，她非常认真、非常热忱的服务我们身障朋友，真的很感谢她，帮忙好多人哦，太棒了哈、哦，洪淑珍。再来是大台南公寓大厦管理服务人员职业工会蔡正玉先生，恭喜您。接着我们欢迎的是观光局的邱子林小姐，也是一样在我们观光局啊，来为我们所有的市民服务啊，谢谢您哦，恭喜您。再来大台南旅馆业职业工会吴仲明先生，吴仲明先生，恭喜恭喜您。接着台南县模板业职业工会，台南县模板业职业工会侯瑞英小姐，恭喜。好，接着呢，我们颁发的是签订团体协约的一个事业单位。啊，首先德利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恭喜签订团体协约，哇，太棒，我们有17家哎。再来是荣兴电线工业股份有限公司，恭喜恭喜哦，太棒了，也谢谢你们来签订团体协约，保护我们劳工朋友。三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恭喜。谢谢您签订团体协约，能够来保障劳资双方。再来是巨泉工业股份，巨泉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加拿大世界股份有限公司，恭喜。也是台湾杰士，台湾石鼓托职业股份有限公司新营厂。再来欢迎我们新南铸造厂股份有限公司。大成长城企业股
股份有限公司。好，恭喜。好，在同厂秦孝股份有限公司，恭喜。好，获得我们这个签订产品协约的自由事业单位哈，签订事业单位。在亚洲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谢谢来签订产品协约来保障劳资双方。代表公司对台湾纸业股份有限公司，来台湾纸业公司也签订团体协约。接着欢迎东洋实业场股份有限公司，他也是来签订团体协约，谢谢。再来我们东门开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我们签订团体协约的单位能够来保障劳资双方，非常的棒。再来是台湾糖业股份有限公司，恭喜能够谢谢来签订团体协约。接着我们正道工业股份有限公司，来正道工业股份有限公司来签订团体协约单位。再来我们欢迎的是统一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统一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这是我们的签订团体协议的事业单位，事业单位。好，接着是签订团体协议的企业工会，得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工会，得力公司工会。再来是龙兴电线工业公司工会。再来我们欢迎的是聚泉工业公司工会。再来我们欢迎的是台湾杰士电池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工会，一起来签订团体协约工会。团体协约是资方跟劳方一起来对，来签订的。再来台湾四股托职业公司经营厂企业工会。再来我们欢迎的是新南铸造厂股份有限公司工会，很棒哈，签订团体协约这样是非常棒哈，对，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劳资双方都非常的好。再来欢迎我们大成长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企业工会。好，这是我们大成长城工会。接着是在同厂秦霄股份有限公司企业工会，这是我们企业工会团体协约的企业工会签订的单位。再来是亚洲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企业工会。接着我们欢迎的是台湾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信银厂企业工会。好，非常的棒。再来东洋实业厂股份有限公司企业工会，非常的棒谢谢。再来我们欢迎的是东门开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雪甲厂企业工会。台航公司台南市企业工会这是我们签订团体协约的企业工会，非常的好在台湾行业股份有限公司善化企业工会我们签订我们团体协约。再欢迎我们正道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工会。来欢迎我们统一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企业工会。好，请我们刚刚所有的受奖者，所有的模范劳工朋友，所有的企业单位到楼下，我们要大合照，到一楼。本次活动现场共计表扬198位模范劳工，33个劳资关系和谐优良事业单位，35个签订团体协约单位，15个身心障碍者职场楷模，以及5个金融身心障碍者自由单位，3个超额金融身心障碍者自由企业，2个新金融身心障碍者自由单位。劳工局王局长表示，基层劳工们在各自工作岗位上默默付出，力量虽小，但却至关重要。劳工是社会发展的基石，而劳工局则作为劳工朋友的后盾，
未能提供适龄人士的就业环境，本局积极推动各项劳动政策，如保障劳动权益，强化职场安全，提升劳。